开始吧。好，那开始。嗯。这是底下。这料，这些不是底下穿过来的。哦。不是两个器材之间还穿过来的。这个这就这样，先从这里下来，从这里上来。从这里过。走吧。这个我等一下我可以画个简单的示意图给他，这个倒剪。我们说明书上有的。有的是吧？就是你这个拍一个视频给他们，这个感官好一点。你这里看过去，再去这里看过来。这两个角度。不要不要把这个切换到阴影在这里，再这样放到中间去。那就可以开了，看这个月形。这个是快速的。